全球华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收看田艺的线上展览，陪你一起玩酷。田艺线上烘焙展的系列节目之田艺蛋糕房甜点女王大 PK 鲜奶油蛋糕秀。本期节目由田艺食品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节目中要用的是田艺的鲜奶油 PK 我们市售的鲜奶油，从制成到成品，看看哪一种鲜奶油做出来的蛋糕比较美呢？但是我啊，我选用的是市售鲜奶油，随手可得，轻松打发，再加上我最强的大脑，网美最爱，网友争相模仿的薄利日式鲜奶油蛋糕，想念不如自己动手做。难道你没有用过甜意鲜奶油粉？是谁在敲打我的窗？是谁把我从国外扣回来？是我们来一场公平公正的 PK 吧。获胜的一方会获得我们鲜奶油女王的头衔，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啊！今天有请我们的甜艺组，国色天香仙女下凡 AKA 甜艺千颂伊，鲜奶油副总顾问 Christine King。四少组是铁汉柔情鲜奶油部本部长宇智波 Jennifer。感谢顾问今天特地将行程排开，担任我们这场 PK 秀的选手。这是我的荣幸，记得通告费打给糖糖哦。社会在走，基本行情可是要有的，有输过没怕过，为了生活我必须输不起。路不正的没想条白，以后像你啊更不呆，不说你不大，也不说你就高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请两位选手叙述一下今天成品的概念。今天我用的是甜意鲜奶油粉来制作韩式鲜奶油蛋糕，纯白慈爱的原味鲜奶油搭上蓬松蓬松的蛋糕体，入口即化，香浓可口哦。我今天要做的是日式鲜奶油水果蛋糕，颜值高，口味啊，还有水果的香甜，让你漫步在云中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。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An enemy is unstoppable. Very good time.
们鲜奶油粉跟水的比例是什么呢？鲜奶油跟甜意鲜奶油粉要怎么制作？你就只要粉100，然后配上牛奶160或者是180，就是1:1.6到1:1.8这个比例就可以了。对，就可以了。粉一定要用冰牛奶吗？牛奶跟保酒乳可以吗？牛奶或者是保酒乳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冰的。为什么要用冰的？如果你是常温的牛奶的话，是没办法打发的。甜意的鲜奶油粉有什么特色吗？甜意的鲜奶油粉啊，就是只要粉加液体啊，就可以打发完成了。那也不用担心它会过度打发的问题，那就是简单方便好操作。甜意的鲜奶油粉跟市售鲜奶油的口感有差吗？其实口感它们没什么差，只是在于说市售的鲜奶油啊，可能会担心说它可能会过度打发，但是甜意的鲜奶油粉倒是没有这个问题。
样子好像太大了。没关系，没有有蓝莓就好。我这个是采用最新鲜的火龙果以及最新鲜的芒果的层层堆叠，那它的口感细致绵密，然后口感又滑顺，然后又简单方便好操作。那请各位多多给我一些支持以及鼓励，让我有努力向前的动力。我这个呢，大家看到了，它就是非有水果的清香甜之外，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爽口，那让你有层层堆叠的感觉。简单朴实无华。经过我们相当激烈的决选之后呢，这个票数非常接近，那我们的冠军已经出炉了。那我们现在进行授奖加冕仪式，鲜奶油女王。赢了你，输了全世界又如何？你渴望的我想你永远不会懂我。我的秘密武器就是甜意的鲜奶油粉，不止好吃，甜心加，性状又稳定，新手好操作，老手好省力，是烘焙业者的第一首选。甜鲜奶油有29种风味哦，陆续还在研发新的口味哦，让你无需费力再调整风味，你想要的都有哦。蝴蝶为花醉，花却随风飞，甜意让你一粉在手，希望无穷啊！请期待我们下一档节目，别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